嗨，Good morning。待会想去打个球，来到越南芽庄，面对这么漂亮的天气，如果不稍微出来动一动，全部窝在舒服的酒店，那张就有点过分了。下来，终于打了一球一百分的。耶，太短了。刚刚有踩在那个草上面的感觉哈，是不是像一个地毯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但因为这个，当然没有好的 player 不能。咸东咸西，咸鸡西。OK， 拿吧。Yes, sir. Thank you. 哇哦！你看这个球场的 view。然后芽庄真的很适合来这里打高尔夫球，没有什么人，趁现在来是最棒的。Yes. Nice birdie. Thank you. Birdie. 越打越好。Love of Island. 漂亮。啊，哇，今天太爽了，还有风。哇。来了，说这么顽固。今天会遇到很多沙。一路上都是沙。下次一定要带自己的球杆来，因为它这里面没有短切杆，所以那个切杆都切到乱七八糟，有时候都炒米粉，就过了果岭，或不够这样。我用推杆来推这一杆。哇，还好今天有出来打球，要不然就浪费掉了。对。人家说高尔夫球是绿色的毒品，但是这个毒品让你身体很健康，是吧？所以我大概没什么坏习惯，只有抽烟。看看吧 ，maybe 有一天我会戒掉。会不会觉得打球的人是有点神经病啊？天气暴热。这个如果当作卡丁车的赛场，哇，屌到不行！Nice, okay, let's go. Thank you. 来吧。哎，这个老虎之也差不多这样而已。所以这一栋就是 park。对，就凭标准杆。哎，如果没全部都打 park 的话，就72杆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一杆可以打这么远，这样已经接近差了250-260。Good bye, nice par。你好吗？认真。Bye. Yeah, thank you. Good weather. 今天的天气。会让你觉得人生夫复何求，然后你看这个这么漂亮的 view， I see. Okay, good, no good. Okay, I see. Good eagle. Yeah, okay, eagle. Excellent. Okay, no problem. Okay, thank you. Okay. 真的很屌，而且这里是芽庄，你看看这上面的都弄得很漂亮，很好的一个球场。我们下次还要再来，好吧？
我来带一团高尔夫球团，我们就到芽庄来打球，欢迎你 ，Yes。